师，我觉得我也会。对，张惠妹也会，就她也没学过相声，我也没有相声基础。我们全场配合你成为张惠妹一回，行吗？这有少马爷给您贴板儿，现场的观众呢，咱营造出来演唱会几万人的感觉，行吗？我们现在就是2万，咱配合他一次，好吧？当当当，里个隆咚，里个隆地咚，走。我叫任以宁，好嘛，来自天津卫，是吗？非常感谢少马爷来到我的群影会，那是。要说天津卫怎么样？那是国际大都会，没错。人杰地灵，风景美，让我很陶醉，是吗？智取一枝香，哦，名家荟萃，没错。我拜师学艺要刻苦，不能空手而归，是吗？要说任以宁啊，一句都不对，还得少马爷给铁板，真是太难为您了，还得没板没眼的呀。哎呦呦，谢谢老师，行啊。你比张惠妹唱的香多了，你看看，挺好挺好，确实不容易，确实，人家是湖南人，湖南人能把天津快板唱成这样，我觉得得亏啊，是少马爷给你贴板，换第二个人都不成。